园姐姐圣母太像祝福礼揭牌仪式，请揭牌，叫有掌声。死亡一定会来到，死亡会面临我们每一个人，因为从来没有一个人是一直活着的，所以死亡会临到每一个人的身上。可是什么时候来到，这个又是最不确定的，我们也不知道什么时候这个死亡会来到。我们的生命当中常常祈求圣母玛利亚，特别是面对死亡，面对家人的死亡，求天主圣母玛利亚现在和我们临终的时候常常为我们转求天主。阿们。献花，献果，全体向历代祖先及亡者灵位行鞠躬礼，一鞠躬。再鞠躬，三鞠躬。